现在我们云海市无风病毒不断蔓延，而且还有传染的倾向。有人打着治病的旗号销售假药，让人染上了毒瘾，自己却大发横财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实施禁令，所有偷过假药的，还有被胡风蛰过的人，或者是吸过毒的，全部抓起来，关进隔离间进行治疗。 那要是遇到不听话的怎么办？一律枪毙，行动。穆星辰，让你喜欢云长，因为你，他跟我退婚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 什么呀？你的婚事都解决了，彩礼爹都退回去了。哼，我就知道爹最好了，赶紧捶捶背。哎，都是你娘目光短浅，打个麻将就想把女儿给卖了。本来没什么事，这么一闹还得罪了乔家。震天，乔震天，你这是干嘛？ 市政府有令，要强制所有对特效药上瘾的病人戒毒。乔局长，穆医生的病我可以帮他治的。嗯，您不用担心了，回去吧啊，没事。云长，星辰，强制隔离戒毒是不可避免的，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那些病人，包括我。乔震天，我跟你走。 叶会长，我这也是秉公处理。如果有什么意见，您尽管说。没事，我戒完毒就回来。放心吧。安静！别我要！特效药呀！ 穆大夫，怎么了，齐探长？ 进去以后要小心一点，如果有人找你麻烦，忍一忍，保命要紧。知道了，开门吧。外面的警察，我敢打保证，不敢赌。但是里面的人很复杂。 多谢。好，好，好自为之。好。叫什么叫？